都是 reciprocal y 的 1 over x， 所以 x 分母分之系 1。 咁呢啲个 graph plot 嚟点样嘅咧？我哋照打啦，即系呢个网站好似 dashboard.com 就系，你只需要打个 equation 嚟就搞掂。竟然系咁样嘅，红色条线。咁咧呢度咧就因为似咩形状咧？好似 L 字啦，但系呢个 L 嘅形状，咁佢都系反转咗 L。 咁啊，點解就留意咧 x 係零嘅時候咧，上面掂唔到嘅，紅線都掂唔到 y 軸嘅。我唔係好近喎，大家睇啲坐標啦 ，x 永遠唔可能喺個零嘅。放大啲睇，睇唔到嘅。佢好想掂到，但係掂唔到永遠都，因為咧如果 x 係零咧，一 over 零就 undefined y 係其實冇答案，即係揾唔到 values 嘅。好，咁我哋上翻近啦。 咁佢見到就係 y 等於一 over x 咧，就係倒數啦，就係 x 越大，咁樣見到 y 坐標越細，x 增加 y 減少，x 增加 y 減少，x 減少啦，y 就增加，x 增加 y 減少，咁個正數邊啫，負數入邊咧，嗰邊又點咧？佢 x 係負數，咁計出嚟 y 坐標都係負數啦，因為一 over x 啊，咁但係如果佢負得 少啲，負零點幾咧 ，y 就負得勁大嘅，負零點幾。如果 x 係負得多啲，負六咧，就負得少啲嘅。好，咁如果呢度咧，一 over x 將佢改少少啦，加一，咁咧其實都係同一條類似 L 型，兩個 L 型嘅曲線，咁不過咧就吞咗少少，向左吞。今次咧就 x 係負一 ，y 就 undefined。 系咪？即系我哋睇 undefined 条线啦，就系 x 系负一，咁所以咧，即系呢个就好似中间呢条线一样，即系我哋将个即系 undefined 条线咧向左腾少少啫，加二，一样啦 ，x 系负二啦 ，y undefined 呢个 L 两组 L 型曲线向左腾，十啦，系啦，我到十嗰度先腾，咁佢哋减咧一样嘅啫，减一向右腾，系咪？减二腾两格。 減三，褪三格，而衰退。咁就算你落其他嘢啦，譬如 x 減三呢啲啦， 咁都係類似咁樣嘅兩條 L 型嘅線噶啦，或者 x 加三咯。咁呢個係倒數嘅 function 嘅 graph 個樣，大概就咁樣。就嚟講，因為 x， 我就 y 等於負一 over x 啦。藍線就啱啱係紅線呢個紅線嘅 mirror。 佢個 refraction， 不過咧沿住 x-axis 嘅 refraction， 啱啱兩個相反咗，一直嘅負。